大家好，我是 ACIP 鼻炎王玉成医生。COVID-19 的疫情影响全世界，众多国家都上网研究疫苗。一下疫苗的科学同发达，做在头段时间内完成开发同试验。达州国家核准的疫苗都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，来确保安全有效。一下众多国家开放住 COVID-19 的预防沙，除了做在防发生疫情同扩大感染的风险。正式做预防沙有动态帮助，台湾本台家做的预防沙合乎国际标准，民众希望合乎注射的条件，做得妥医生评估过后安心来做。做预防沙过后，每场保持防疫的好习惯，来照顾大家的空间。